起洛阳是由黄轩、王一博、宋茜和宋轶等人合作主演。在这部作品官宣到开拍，可一直都备受观众们的关注。而最近《风起洛阳》在拍摄的时候，网上再次曝光了宋茜在拍戏时的路透。这组路透曝光之后，也同样是吸引了不少观众们的目光。众所周知，宋茜在《风起洛阳》这部作品中可是女主角，她的戏份自然也不会少，所以曝光的路透比较多。在新的路透中，宋茜依旧是一身中性的造型装扮，穿着一身白色的古装，头上还绑着男士的古装丸子头，腰间佩戴宝剑，坐在高头大马上，看起来特别英姿飒爽。而且穿着一身中性古装的宋茜，丝毫没有女孩子的扭捏造作，举手投足间尽显英气干练。一身白衣的宋茜美得十分的出众，这颜值也实在是太高了吧。通过最新的路透照片也可以看到，在路透中宋茜对待工作可谓是非常的认真，这也让粉丝更加期待宋茜在剧中的表现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